他的所有的事情呢不考虑的，心就脑子全部放到自己的心里面，闭关一样嘛，修行，只能考虑到白度嘛。哦，白度它的就整个它的面部、它的身体、它的背景，主要是怎么好看，我全部脑子想的那个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打底稿也是全部想的那个。 我父亲就20几个徒弟，那时候20多岁，每天早上吃饭的时候，父母两个都我教训，啊，今天你的话，昨天画的你怎么样怎么样，上次怎么样怎么样是，别人怎么样，你的就同岁同年的都是怎么样怎么样画的就，每天早上对他就说，说的我的脑子疼的，怎么说呀，烦的爆炸一样。后来就我做什么呀，我父亲不满意。 哪天就我的别的我父亲的一个朋友，老一代嘛，他一个老人家，他们家里徒弟很多，我就专门去他们家里去了。现在就很多人画的，他们就刚画的一个尖塘很大的一个画，尖塘里有个圆圈圈，里面就金子已经涂上了，那里面只能就画一个十轮金刚，十轮金刚那个手要多啊，什么多多，他就。 做的动作也很复杂的，啊，留给这我他到的话，他们就啊，他就给我画的嘛，他就啊，来来来，跟着拿进来来就，这里面搁个十轮金刚，啊，他们就表扬我嘛，怎么说就画一下去，我也就毛笔一拿就那个十轮金刚就一个多小时，勾出来的，勾出来他们就哦挺好的，我说，回头就我过来就我父亲我说了，你的跟你我天天做做什么你是不满意啊？ 别人的家里我就我做的话，他们就很满意的。为什么这事？爸爸说的话就没吭声他根本不吭声。后来有的记者采访的时候，就我旁边在的时候啊，这你的儿子呀，你是培养的怎么样？他说就他说哎，可以可以，现在咱继续吧。他说我不在的时候，他看不见我悄悄的，等我就这么采访的。他说挺好的，现在。 我的方式也是这个，我的徒弟都就我就，他们就，哎，画的不错，这样子的话，他就小孩嘛，他就跳啊，就现在可以，继续努力。那里面就站的肯定七八个徒弟特别好，特别好。我他们的前面就不能夸夸张这个事啊，没说啊，自己可以可以，就是你的这个问题什么什么什么，他们指点一下。现在就政府也就把就。 这个上面就支持了大量的支持，最主要就政府他就这个就抓的就是这个传承人，啊，就他就艺术就失传的话，就你传承人就不抓好的话，就肯定就失传的，主要这个都是这挺好的。商业化，他商业化，他们就有的，我只能就挣钱方式这个。 不是那样子的，就我们就第一是我们这个就把这个传承下来，哎，后来一代代的把这个传承下，啊，第二是他这个佛教的一个题材，一个唐卡，一个就佛教的一个故事嘛，啊，这样子的话就有点就有希望的。